那时候我就站在这边，然后你就走到前面就可以了，可以再往前走一步。好，那到这边之后呢，我就是转身面向后方，然后帮跟主人对，转身面向后方。对，他收到了，给他一个现金。好，那现在轮到老王志宇，好，现在呢，欢迎到我们老王跟志宇。好，到这边的时候，你先走的时候转个身，对，转正之后呢，好，坐定位之后，我们再往前走。好，然后速度可以再慢一点，慢一点，对，慢着走。好，然后就走到安全的前面。可以放下来。好，那在交手之前呢，我要先请志宇来我们面向爸爸。首先呢，就是给爸爸一个拥抱，爸爸，谢谢爸爸。然后呢，什么样的一个妈妈一个拥抱，谢谢妈妈。好 ，OK， 那时候呢，我就请安全带将你的右手伸出来，掌心向上，然后呢，掌心向下一点点。之后到时候爸爸，我就跟请你跟妈妈牵自己的另外的各牵一只手，爸爸你就牵这一只手，牵着另外那一只手，手一起放在安全的手上，对，手伸向一下。好，之后爸爸这只手帮我放在下面，好，这只手放在下面。好，对，然后就维持这个姿势，可以撕开一下。好，那拍完之后呢，我们就会请安全带好吧，交换位置。到时候安全就从这边走过去，然后从外面走过来。好，这时候请爸爸安全交换位置。好，爸爸妈妈，我们一样要先转身面向他们。好，我们一样记得手要牵起来。好，之后呢，就请你们鞠躬，谢谢爸爸妈妈，先请鞠躬。好，那鞠躬完之后，就请爸爸妈妈们转身面向主桌，然后记得手要牵起来哦。对，好，之后呢，就请你们不要继续走向我们主桌，之后记得慢慢走，然后到这边跟开始走快了。之后你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或挥手，慢慢走，对。好，之后呢，将就等到安全的自己，等将就慢慢走，然后再往前。对，之后保持这个速度，然后记得你身上的前面。好，这时候伴郎伴娘经过，他们经过就会找到伴郎。找完后伴，之后你就可以回到座位上面。这个纸要好好拿。热情掌声来谢谢我们伴郎伴娘来到现场好吗？那可以看到呢，我们今天伴郎伴娘呢都是非常的帅气，非常的美丽哦。那再次感谢他们来到我们现场。好，那在欢迎到我们伴郎伴娘之后呢，那接下来我们要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南方的大家长。现在请大家再次将目光移向后方，用你热情的掌声来欢迎到我们南方的主夫人张爸爸以及张妈妈，请进当掌声欢迎他们。啊，今天呢，爸爸妈妈非常的开心，感谢我们现场的所有南方亲友们来到现场，来祝福我们宝贝儿子成家立业的时刻，被感觉出来呢，爸爸妈妈非常的喜悦哦。那我们再次掌声，谢谢我们爸爸妈妈来到现场，来邀请他们首先呢来到我们主桌来入座。好的，那在欢迎完我们南方主持人之后呢，那我们今天的我们男主角准备要登场了，请大家赶快拿出你的手机以及相机，同时呢也请大家再次将目光移向后方。现在请大家用你热情的掌声来欢迎到今天的男主角安全以及你妈妈，请进场掌声欢迎他们。
好，今天呢，我们分组呢，三个师生以及呢，以及呢，这个吴妈妈来到了现场。现在呢，邀请到我们恩杰芬来跟妈妈，来我们缓缓的走向我们前方。今天呢，我们恩杰呢，非常的开心，但是心里还是有小小的紧张哦，因为呢，他即将要来迎接我们，要共度下半辈子的。来，我们请安全的妈妈，我们再往前走一步。哎，感觉出来呢，安全呢，笑得非常腼腆，非常的可爱哦。跟上。好，来，安全，你感觉有点紧张，你可以了吗？可以了哈。好，那现在呢，我们就邀请呢，安全还有跟妈妈，我转身面向后方。来，同时呢，邀请大家用你最温暖的掌声来一同欢迎今天的女主角之余以及林爸爸，请进场掌声欢迎他们。小妹女儿在爸爸的大手接着小手在你之下缓缓的走入到会场。小时候呢，爸爸也总是像现在一样牵着宝贝女儿四处游玩，留下她的幸福回忆。那现在呢，爸爸呢也将带着宝贝女儿来准备带她走向人生的另外一个里程碑。爸爸心里有许多的不舍，但更多的是满满对于他们新婚夫妻的这份祝福。那在爸爸妈妈将宝贝女儿交给恩泉之前呢，我要先请志瑜来，我们转身面向爸爸，首先呢给爸爸一个大大的拥抱。谢谢我们爸爸呢，我们这些年对于我们宝贝女儿的照顾以及对于家庭的无私的付出。那接下来还有的妈妈给妈妈一个大大的拥抱，谢谢妈妈呢，总是在我们身边来倾听我们生活中的各种诉苦。那希望呢，我们爸爸妈妈，你一定要好好的放心，我们安全一定会好好的来照顾我们宝贝女儿。现在呢，同时邀请我们今天的男主角来，安全伸出女婿神圣的右手。现在请爸爸妈妈牵起我们宝贝女儿的手，来正式将我们治愈来交给安全，也请大家用热情的掌声来恭喜这个历史性的一刻。从今天起，我们两位就不再是情人的身份，而是要共度下半辈子的家人。请你们一定要谨记爸爸妈妈耳边的叮咛，一定要好好的来珍惜着对方。现在我们就请安全跟爸爸来交换人生中最重要的位置，接下来这份责任就正式交给安全了。最后呢，我们再请这对小两口用一鞠躬来答谢爸爸妈妈，请鞠躬，谢谢爸爸妈妈你的教养之恩以及成全。现在请爸爸妈妈我们转身面向主桌，那请大家再次用你热情的掌声来欢迎到我们女方的主夫人李爸爸李妈妈共同来到我们主桌来入座。今天呢，也恭喜我们两家结为一家亲，今天是个大喜之日哦。那现在呢，我们幸福的小两口也即将踏上他们的幸福旅程了，请大家再次用你热情的掌声来欢迎到我们恩泉以及志宇，掌声欢迎他们。那我们两个人从相知相遇到今天的幸福相守，感谢我们这些好朋友你们的照顾以及陪伴。现在呢，共同来接受我们好朋友花瓣的幸福花瓣的洗礼。来，再次谢谢我们这些伴娘伴娘来到线上。现在呢，邀请到我们两位新人共同来到我们的舞台的中间。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志宇呢穿上的女孩这一身最梦幻的白色婚纱，是不是非常的漂亮啊？那今天呢，可以看到呢，我们
好的，那就在我们两位诗人来到主座入座的同时呢，我们正式宣布。请大家用你热情的尖叫声呢，一同来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男女主角安雀以及志宇，掌声欢迎他们！来，现在呢，再次欢迎到我们这对幸福的小两口，拿起我手中的酒杯来跟各位敲醒今天的这份幸福，传递给大家，通过这个敲香杯的仪式。那今天呢，也感谢我们现场所有朋友的莅临。记得敲完杯之后呢，请大家呢再次喝下手中这杯爱情酿的酒，祝大家幸福甜蜜，长长久久。好，来，那我们后面朋友千万别再稍微往前，等一下呢，我们来进行一张大合照，好的，好不好？来，我们大家往前迈步，慢慢往前移动。来，后面的朋友来跟着主持人往前，等一下呢，我们一起来拍一张大合照。今天呢，非常感谢大家这么热情的踊跃哦。来，那我现在新人呢，即将来走到我们主座的前面了。哇，感受到现场朋友满满的很热情。来，我们现场朋友要拍照的，赶快，对，我们等一下要拍一张大合照。来，请大家呢往前移动，快点，快点，往前移动。好，来，那我们爸爸妈妈呢也来到主座了。好。来，我们安全跟志宇，来，我们这边先稍等一下下，来，来，安全跟志宇，我们转身面向后面一点。好，来，后面的朋友，等一下呢，请大家呢拿着你的酒杯，赶快来这边，等一下要跟着我们两位新人一起来拍一张大合照。来，我们呢，请安全跟志宇，我们走往这边走。好，来，我们这边的朋友，请你移动到我们新人的后面，来，后面的朋友，赶快，赶快拿起你的酒杯跟果汁杯。来，后面的朋友，来，我后面没两个人在聚集在聊天的，来，来，我们到这边，对，来，我们到这边，到这边就好了，到这边，好，来，邀请我们所有朋友来给你新人面向我们主桌那边，好，来，现场朋友，现在要请大家站在我们两位新人的后面，来，赶快要一起拍照的，
今天呢邀请到专业的摄影师啊，来赶快赶快要拍照的，来小朋友可以呢把它交给耶，好不好？来准备开张，三二一耶！好，再递个小爱心。来，六位帅哥在哪里呀、啊？赶快移动一下你的脚步哦。等一下，我们吃饱要来运动一下。来，六位帅哥，赶快，赶快。好，还有两位是伴我们的伴郎哦。来，还有谁还没上来？我们还有一位，来，我们还有一位帅哥。好，来，我们一样呢，我们先拍一张合照。对，先让大家呢缓和一下情绪，来，我们靠近一点点。好，等一下三二一的时候比一个赞，好不好？来，准备三二一，赞！好 ，OK， 好，那接下来呢，我就要来准备我们今天的道具了。好，来，请大家，请我们六位帅哥各自先帮我选好一个。好，那这个道具是什么呢？这个道具就是传说中的计步器啦。好，那计步器大家应该都很熟悉，要来做什么？那现在呢，我就要请我们六位帅哥，请你帮你的计步器，求的赶快，快点，快点，快点。来，后面还有没有小朋友？后面还有一个是妹妹，赶快，妈妈送给妹妹。我们等他一下，好，来，那呢，我们先靠近一点点，来，我们慢慢的往我们男性、男性这边靠近，来，旁边那几位帅哥，我们往这边靠近一点点，来来来来，你气球破掉了，没关系，我这边气球最多的，等一下，姐姐，我给你一颗气球，你等我一下下。来，弟弟，气球给你。好，到上面。来，我们先拍一张合照，来，赶快，赶快。好，来，我们靠近一点点。我们呢，几位帅哥移动到这边好不好？对，因为这边小哥太可爱了，大家能够聚集在一起。好，来靠近一点点，后面的人不要被前面的人遮住喽。好，来，等一下看着前面，我说三二一的时候呢，请大家比个耶，好不好？比个耶，来准备，来，弟弟再过来一点点，再过来一点点。好，弟弟很害羞哦，来等他一下。好，来看前面，来准备咯。好，三二一耶、yeah! 好 ,OK, 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开心的发礼物的时间了，来，我们将礼物来交给我们发去，来，现在呢，请大家来赶快跟我们新人来兑换我们的小礼物哦。好、啊，那我们拿完礼物先不要离开舞台哦。还有吗？你在那给我们来。我们请助理这边帮我们帮他。项目发来，我们大家呢都有礼物，有气球，也有我们礼物可以拿，是不是非常的开心啊？来，还有谁还没拿到？那边，来，后面的人都有拿到了吗？这边还有两位帅哥，好，还有这边还有一个美容，还有一个，好，哎，你有拿到了吗？还没有了，好，来，都有拿到了，好 ，OK， 来，我们先来拍一张合照，来，你让我们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好，等一下呢，三二一的时候，请他比个小爱心，好不好？小爱心，小爱心，小爱心。好，来准备，三二一，小爱心，看前面，看前面，看前面。
好，来，那其他人呢先不要离开舞台，因为呢我们还有一场最后的关卡。今天呢我们呢等一下最后要进行一个终极密码，这个终极密码呢我们今天会获得我们今天的大奖，就是这个红包。哇，听到红包的时候是不是要来点掌声啊？现在红包先放在我口袋中哦。那接下来呢，我们终极密码要怎么进行？来，我们要先请呢，我们来先请呢志宇呢，帮我们在这一张终极密码的纸上面呢，写出1到200的其中一个数字。好，请你不要让别人看到。来，帅哥往前站一点点，对，你才能够看到。好，来，不能看，不能看到，对。好，写完之后呢，请你自己的先放在自己手中。好，来，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是什么呢？好，没有这么简单，这个数字很难选。等一下呢，我们就要从左边这边呢，依序从1到200之中呢，各喊出一个数字。那等一下呢，我会把喊到的数字的范围一直慢慢的缩小，缩小到最后有人喊到为止。来，所以呢，我们请大家自己进这边呢，帮我排成一排，好不好？帮我排成一排。小朋友可以稍微往前站一点点，没关系。来，我们先帮我排成一排，好，小朋友可以站前面没关系。好，之后呢，我们的大朋友帮我站在后面站成一排。好，都站好了。好，那现在呢，我们就要从左边这位帅哥来1到200，帮我喊出一个数字。199吗？199，来199，1到199。中间再帮我选一个数字，1到199。193吗？大家呢都很小心翼翼的，不敢喊太多。来，1到193，1到193。95吗？哇，直接很了。来，刚才是1到193嘛，来95到193，95到193，来姐姐帮我喊一个，来。170吗？170，来95到170，来慢慢接近哦，95到170，来弟弟想好了吗？好，95到170，189，来95到189，来妹妹帮我喊一个数字，95到189，妹妹有想好了吗？少变多了。好，来，你们是能够帮他决定100吗？好，来，我刚才练到哪里了？来，95到100，185嘛，对，185，没错。好，来，你们100，来，那现在呢，就是100到185，好，越来越接近了。来，接下来妹妹，100到185，你帮我选一个数字，然后多少？75吗？我帮你加100，你要帮我选100到185里面其中一个，帮我帮你加100好不好？看175，好不好？可以啊，那妈妈帮我练168吗？168，来100到100168到168，好，数字越来越接近了，100到168，帮我选一个。120吗？好，120很紧张哦，100到120，100到120啊，我看一下数字，好，100到120，来，弟弟帮我选一个，100到120，110吗？110，好，很紧张哦，110到120，110到120，好，来，我们选择一个，110到120，对，116吗？好，116，等一下哦，看一下，好，哇，很紧张，116嘛，116到120，等一下，116到120，好，对，来，很紧张哦，剩下没几个了，好，来，准备，
118吗？等一下，116到118，所以剩下一个117，来就是后面这位帅哥来。好，请大声帮我喊出117，好不好？117。好，那到底是他中呢，还是他中呢？好，来，我们现在来公布我们答案哦。好，来，请我们的志宇来帮我公布这个号码到底是谁呢？就是我们117，我们恭喜这位帅哥。好，来，我们靠近一点点。好，那今天的最后的红包，对，就是来交给你，差一点点，是不是？好，来，那我们再次掌声恭喜我们这位帅哥，好不好？那谢谢我们其他人。好，那我们先请你们回到座位上来休息一下。来，好，感谢，谢谢我们这些小朋友，赶快。